每天来吃老乡心，没有不排队的时候。自己做菜，你要做就好，单单自己去时间准备啊，就很麻烦。欢迎老乡心，排队的人多，外卖的也多。然后门口这里是酸奶，每人限一份。每天喝完了要后补。他的77会员卡，蛋黄酸的呀。这是我最喜欢他的门口设计，能给别人洗手的地方。还有那个洗手液。啊，第一步就是他的汤，还有两个鸡汤，来一个这个。谢谢。啊，最好就是让他们帮你拿，你不要自己拿，因为有点啊哈热气。你要给我一个西红柿炒蛋。西红柿炒蛋吧。谢谢。这个叫梅菜扣肉，然后蒸蛋，臭豆鸡，香肠蒸豆米，两份吧。清汤双菜鱼。这个是肉末茄子，不过一般来的时候都没有。对对，自己拿。来，你来的。哦，那这边一般是煮那个菜心的，但是呢，经常没货。它的酸奶是免费的，每人一份，西瓜自取。好，它的米饭。要白米饭是3块钱一份，然后黑米是5块钱一份，杂粮饭吧，真的。来一个，那买单前你要给如果你要用他那个77会员卡的话，你一定要先给他扫那个会员卡的码，然后再去支付才有打折。谢谢这个。然后餐具自取，那边也有。这一顿就30块钱。看一下我的盘，大家看看喽。